心的金刚。妈妈说吃掉我不要。哎，后面那只比较大只哎。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下面还有。下面那只小小只的都是三香，三香。嗯，他们会一起生活在一起。他们不吃肉，所以会吃鸡这样子。是啊，嗯，他是今天他们家是那边的，这个是红头，他是我们给他借他们用的，对，这个场地比较凉，嗯，给他们谁？